我讨厌阿英对他下手，全是因为他会给小神君带来劫难。所以呢，阿英的命就应该给神君的命让路吗？在你眼中，水凝兽的命就如此随手可抛？东华神君和师兄们费尽全力，两人都想保住，而你呢，自诩高贵，目空一切。 你凭什么对阿姨的命进行审判？你凭什么判定谁生谁死？你自以为自己看清了一切，可曾料到今日的局面，到底是一叶障目。自以为是吧？这么喜欢青龙潭。 这青龙台可是你华叔殉死行恶的地方，千年前没能在青龙台上斩杀我，如今想碰我妹妹，真当时觉得水凝兽一族好欺负。原来真的是你，水凝兽阿音，我现在就杀了你为兰峰偿命。 此前看在蓝峰的面子上，我对你百般容忍，但此刻我不再是善心泛滥的阿姨，便不会容忍你胡作非为。华叔，不怕念其，只怕绝迟。若你再多半阻挠我与元气查案，我绝不会手软。